注意一下我的操作，把你的录制软件打开，把你的录制软件打开，我要开始操作了。操作它，操作它，操作它。什么段位？艾欧尼亚，炒饭大师。前期打不了，这符文前期好厉害的。又一个。我的 A 你下，你他妈 A 我九下，我操，不合理吧？不过兵线撞了，完了，坏了，亏损最大化了。用最多的技能交掉最多的血，速来速来，马哥速来，他很装逼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。妈的，忘了学技能了。我四分钟十刀什么水平？能打世界赛吗？好、哦。又一个。这么多人，行，来抢。抢啊！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。纠结啊，纠结完了，有狗，哇，全是狗，全是狗，玩不了。我故意在这里回城骗他来打我。操了，没算到乌鸦的 W， 哎，怎么这么烦呀？能反杀的？一刀砍的他们何往何从？怎么溜的？奇怪，我掉了这么多经验吗？升级啊！操！完了完了，操操操操操！等下选个好位置，我就怕他 W。没事，根本不慌。一会故意死两次的，一会给兄弟们打个波。不了血，就他还越我塔，这不是搞笑吗？我没给他堵存水里面就不错了，还越我塔，笑你哪怕赛哥来，对吧？根本直接一手退游戏，你怎么说？还越我塔，操！大的不要，给你给你。拉稀了，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我这大招什么水平，兄弟们？清算就要来临了。掌心炸药桶。我以为多狠。我的新人带给所有人。又一个。我的。把他的腰子我
说的是你们记了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装逼啊，小伙子！史丹康，我也装的史丹康。What the fuck？看德勒文会不会回去加兵线，道理来说这上路线应该是有人会来吃的，而且还是一塔。缓慢的死去，哎呀，你大爷，Sorry, motherfucker, holy shit, 啪，瞬间移动。怎么还不出闪金啊？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。侧弦开火。装逼小伙子，装了什么逼啊？又一个。等待一个有缘人。哦，有闪现没办法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马哥救我，马哥！没道理，不对，我这波德勒文回家，他们打大龙，我开个大，威慑力还是有的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大不了大龙给他们，我有青羽打团随便打，给个大龙都能打的那种，不带线跟他混，没有机会，不搞钱，点击就没。他们中大龙，我开大就完事了。队友打不死人呢。完美的大招，兄弟们！往大龙那边靠一下，看这边打不打？我来！喵的，还敢打？你没逞没关系，我们就杀人，我们这波主杀人，不要龙。更多火药。你装什么东西？你装？不丢大龙的情况下拿下路高地有用，因为下路超级兵进塔了是有说法的。但是你大龙都没了，你下路超级兵还有什么用？是被包饺子都坏了。中之鱼，哎，你别卡我位置了，没必要啊，我们提前去小龙啊，走到那里小龙刚好刷了呀，不要听着逼人骂，人家比你先复活。
不敢拉我，操！鸡飞狗，好恶，好恶心啊！吃橘子更 A 不出来啊，都是一刀的问题。我这波发威，我这波有闪。各位哥们，这波请注意一下我的操作，把你的录制软件打开，我要开始操作了，快，快，搞快点，我憋不住了。虽然不帅，但是把他的文杀了。真的假的？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生。在太惨了，走不过去。我操，好吓人！好吓人！看起来有点恐怖。如果说那么想要买衣服鞋子的话，可以加下表哥微信，表哥微信 DIGG06， 什么超嗨超服都有，15天之内不满意包退包换了。